第12届卓越新闻奖入围名单今天公布，在电视类奖项部分，公视新闻团队入围了3项，另外 PEPBO 公民新闻平台则是获得了社会公器奖。公视新闻部这一次入围的包括我们的岛节目制作的寻找美丽湾系列报道入围即时新闻奖，独立特派员节目制作的官场工人连福望春风入围了专题新闻奖，还有大坝和商系列报道入围了调查报道奖。本届卓越新闻奖将在11月25号颁奖。